冯提莫即将登陆东方风云榜，和众多大咖同台亮相，实力太强悍。说起直播一姐，想必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冯提莫，像是在近日的东方风云榜中，他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众所周知，东方风云榜的专业性比较高，而且还十分的严格，这对于冯提莫这样刚刚出道不久的歌手来说，这样的成绩就是实力的象征。由此可见，冯提莫对于歌唱不仅有天赋，更是付出了十分的努力。除此之外，冯提莫近日也为大家送上了新歌《谢谢爱过》，而且在7月10日，也就是今天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预告片，还可以在预告片中听到冯提莫甜美的歌声，想必很多粉丝都对这个预告片很是期待。我想这次的 MV 会很贴近大家的生活，甚至还会引起众多小伙伴们的共鸣，毕竟这是众多网友亲身经历。甜美的声音搭配这首歌的主题，我相信谢谢爱过能够成为新歌排行榜的榜首。